家好啊！我哋今日嚟睇下我哋嘅 Algo Trader Natalie 做紧啲乜嘢啊？可能可以学识下佢嘅秘诀。Natalie， 你而家做紧啲乜嘢啊？我而家睇紧最新新闻，跟进最新消息。哎呀，有冇烦咗啦？成长嘅 Algo Trader 会一直寻求知识，喺金融市场上面留意最新嘅趋势，不断学习交易嘅策略、市场分析同埋新兴嘅科技。喺 Algo Trader 嘅世界入面，知识就系力量。哇！你用紧咩程式啊？好似好劲喎！呢个系 Forest 嘅 S10EA， 好有用噶。我用佢可以透过 Volatility Filter 同埋 Correlation Filter 去控制风险噶。成功的 Algo Trader 明白有效管理风险的重要性，他们采取有效的风险管理技巧，保护资金和减少损失，制定一个稳固的风险管理计划，坚持执行，确保你的交易风险是你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。例如你可以使用 Forest S10 的 EA， 里面包括 Volatility Filter 和 Correlation Filter。喂 ，Natalie， 你发生咩事啊？我太贪心啦！我投晒所有人工入去，我而家冇钱开饭啊！成功嘅 Algo Trader 从来都唔会冒出超出自己能够负担嘅风险，佢哋只会用自己多余嘅资金嚟做交易，保持个人嘅财务稳定同埋安全。记住啦！投资的时候一定要保障自己的财务状况。喂 ，Natalie， 你做紧咩啊？耐心等待。成功的 Algo Trader 明白耐心的重要性，他们等待有利的市场条件，在机会对他们有利的时候才会进行交易的。在 Algo Trader 入面是可以设定追踪止盈。当你进入盈利阶段，就可以交由程式帮你跟进订单，程式就可以帮你把握最佳的时机进行结单，同埋收割更大的利润，避免咗人手的等待。成功的 Algo Trader 咧，积极参与同其他 Algo Trader 同埋同业专业人士的合作，同埋网络的建立嘅。加入了交易社区，参加不同的会议，分享经验，向其他人学习和交流意见，可以增强你的交易策略和扩展你的知识基础。喂呀 ，Natalie， 你又做什么啊？做 Algo Trader 一定要冷静。成功的 Algo Trader 明白情绪在 Algo Trader 入面是不可容忍的，他们保持专注，坚持自己的交易策略，即使在市场波动剧烈的情况之下，依然保持冷静，因为他们知道情绪驱使的决策通常会导致昂贵的错误，所以要保持纪律和理性的心态。喂喂喂喂，你做什么啊？又怎样啊？做 back test 啊，不要再烦我了。成功的 Algo Trader 依赖于对交易策略进行深入的会测和优化，利用历史数据测试算法，评估表现，又或者是进行必须的调整。充分的测试可以确保策略的可靠性。喂，你仲用手抄啊？用 Forest EA 啦，全自动 AI 的。成功的 Algo Trader 懂得善用科技的力量，随时掌握最新的交易平台、工具和算法，保持弹性，利用高级的分析工具在市场上获得竞争的优势。欸，我刚才听说性的，你快点 buy 啦。 No no no， 我不会听你说的。成功的 Algo Trader 在交易活动入面保持纪律同一致性，他们遵从明确的日常安排，避免受到情绪或者随机的冲动影响。系统性的方法有助于保持专注和作出明智的决策。
好啦，咁我唔烦你啦。你有咩说话想同大家讲噶？大家记住啦，要相信自己。如果其他人能够做到，你都 OK 噶。不过千祈唔好净系挂住睇片啊，仲要将所有嘅嘢应用喺真实操作入面。记得 like、share 同埋留言。我哋下一集再见啦，拜拜。